欢迎回来我们的英思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拯救这个 Dale。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怎么样进攻他们啊。我们这次是用雷欧娜小姐，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守备森严了，而且他们的兵力很多，但是我们也不差到哪里去啊。我现在要感谢阿红啊，提供这个自己自制的地图给我。但过很久没有拍了，好，我们就出发。只有雷欧娜小姐知道怎么样操纵这台短剑，所以这次的战争就由她来主导了。各就各位啊！我后来发现，就是他们的副驾驶上去之后，他们会自己攻击啊，所以不用我另外操控。这个门有办法直接进去吧？哎呀，一进来就遭受攻击了。哦，他们火力强大啊！我发现他那个炮台会自动射击。让开，让开！喂，他们集气一下，集气一下！喂，怎么一直被打啦？哎，我发现那个榴弹炮射的比我还准。哦，凶凶凶凶！哎，车子难控制哎，天哪！让我打一下嘛。哦，这里很难开车。我先把上面人干掉。还是射我？等等等，这里有死角啊，那货柜挡住了。先把车开出去啊。反正就是一直被射，他射到我的时候，我的炮管会晃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能控制。哦耶，好慌张啊！这人都弹起来了。哦，撞到撞到。僵尸进来了、啊，啊！这里看来已经死角，哎，哇塞，这榴弹炮可以打那么远，你怎么瞄的、啊？丧尸过来了，等等，这科学啊，撞到居然不会晃，还是死在地上啊？那个警察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是射我？炮管，炮管，炮管，怎么过去？哦，天哪！我先把这条路清掉，还是主要挡在这里？哇，榴弹炮好远哦！前面有人哦，我的炮管在抽蓄，赶过去射他啦！你长得讨厌，一直过来，机器射有比较远吗？弹开。上面有人啊，还用火箭筒，哦，一直射，一直射，还可以移位，刚才扯一点，射不到，啊，这个是不是有死角？谁射的？不行，我要先绕过去，这边丧尸好多，一直围过来，那警察很讨厌。重点是他射不死他，好像是无敌的。你看，炮弹打过去都不会受伤啊，这样很不太合理。你他怎么来的？不要再射了好不好？我们下来试试看，枪对他有没有效？
很难想啊，应该可以哦。来来，过来，你看，不能射啦，这是警察无敌的。来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糟糕，不行！哎，丧尸过来了！哎，不行不行！我们先去救 Dale 好了。他应该是卡 bug， 他太强了，完全射不到他。有人躲在后面，不知道什么。哎呦，他那个板子后面还有一段距离是射不到人的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前面，好像他会在这吗？不，这 Dale 在哪里？哦，他跟德华特在一起啊！哦，德华特保护他了。哎，来跟随我一下。这里要特别控制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先逃离这里。我们坐这台车回去好了。哎，崔粉怎么跑过去了？没有要上车的意思吗？来，慢慢走，痛啊痛啊痛啊！那个有人开始射我了，快点上车！来哦来哦来哦！应该不是警察吧？这漏网之鱼啊！哎呦，要爬起来了。让开！没有丧尸，让开！撞你！哎，没有撞到，反而撞到车子。原来，哎呀，他这样擦肩而过啊！啊，那个他们还在讨论怎么样进攻，我先去避难了，你们善后一下。哎，是谁？我们兄跟 Dale 居然跑步跑得比我还快啊。 Dale 说他要去找他的摩托车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为什么耶稣一直在丢手榴弹啊？他丢什么？哇，他炸了一台车啊，又没有人在上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一直丢？该丢的是不丢。嘿嘿，又丢到自己人啊。有车不坐，你要跑步。丢上瘾了吗？耶稣一直在丢，丢，丢，你也丢准一点。我们来看你丢，来，快点，停下来。丢完了吗？继续丢，很陶醉嘛你。哇，他们还换位置。好，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要到这个山顶寨啊。那山顶寨的话呢，路途遥远。对了，感谢阿红提供这个地图给我，让我可以拍这一集。OK， 这个山上呢，终于天晴了 ，OK。先后退一点了，前面好像一堆丧尸挡住了。让开啊，这位先生，告你非礼，我跟你说。丧尸很多、哦，为什么丧尸那么多啊？各位帮我清一下丧尸好不好？不知道队长是很辛苦的吗？要以身作则。旁边丧尸过来，快！耶稣，快点丢！
你不是很会丢？哦。现在是最后一只了，死吧你！咦，这边有人，这是谁啊？哦，上明来。哦，他说前面的路已经被封锁了，那我们有可能要借住他的营地一晚。等一下，这要怎么下去啊？你看，真的耶，这边完全不能动啊，车子也过不去了。好吧，我们可能要走水路啊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要怎么下去？我看一下。丧尸，不理他，我们直接走下去啊。这一下丧尸。哎、欸，那个好像 Michael， 应该不是他。哦，这队友已经过来了。哇，你跑很快啊，我车子都没有你快。啊，这个水路要怎么过去啊 ？OK， 那这个地区看起来像是荒废很久了。那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有些人没有跟上啊。那今天就我们在上面见吧，好不好？我、哦、这里好像跑酷的游戏，那椅子啊，那么休闲。这要怎么走啊？看起来是一直往前走的样子啊，哦，真的是水路。OK， 这边还有很多废车。哎、欸，大家都没有跟上，他们可能要走比较干燥的地吧。嘿。哎，爬上去！哇、哦，哎，发现了，人在这里啊、哦，这里有车子啊，你们都来了，果然是跑酷专家。OK， 看看这边什么车都有啊，然后还有这个 trailer 货柜车啊，货柜车。OK， anyway， 旁边好像还有这个、小型的营地啊，帐篷啊，单身汉可以坐在里面。对 ，OK， 哇，后面那朵云好大、啊。Anyway，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呢达成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解救到这个 Dare， 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了，下次再见。